殿下。是你啊，红日，你怎么来了？3年前，神尊将此物交给我，将我赶去北海，让我将塔中人的元体运养好了之后再交予你。古君。殿下，神尊怎舍得让您至亲之人真的离开呢？他够了，他还做了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，你一次性都告诉我，这么软刀子磨着，还不如把我放到混沌之劫中来得痛快，为我重塑身躯，一个人担着三界的大难，定我生定我死，这些我都受着，默不作声地救了古君，这也没什么，这本是他犯的错，就应该由他亲自承担。今日你便告诉我，他到底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没有了。是啊，没有了。他除了已经死去了，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。千年万年之后，若我也老了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忘了，白爵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好你个小黄，好歹你也跟了他十几万年，眼下本尊哭成这样，你却半颗泪都不流。殿下，您也不稀奇了，6万年前你以身殉节，白爵神尊也是如此。那时候我以为天都要塌了，可是后来呢，等我一醒来，您还是会活蹦乱跳的，在我面前还有白爵神尊的分身跟着您，所以我就想着连您这样连灰渣子都不剩的主神都能回来，那有朝一日白爵神尊是不是也会？看多少个春秋来回守着年岁，悲伤中不停轮回，也不曾离开，远远的存在，爱如明月照山海，用一生书写等若你不信天命，我便同你再赌上一次。可好？盼多少次候鸟千回，守着年岁，望断天涯终不悔，谁不曾提是前尘被解开，心中将为你坦白。多少沿途看过的花败了又开，也许离散伏笔未来终会流转，泪化作云彩，雨滴落心海，等到云开天晴已自然，将来与你悠然世外，爱已过千载。祖神在上，受小女一拜。6万年前，小女遵从您的嘱托，为了三界苍生，决然以身赴境，只因白爵与我之情，瞒天过海，牺牲自己，我才侥幸苟活至今。在新的火神诞生之前，我会在这乾坤台长跪不起，求您大发慈悲，
将白绝归还于小女，我甘愿以命换命。凡人若遇坎坷离合，才会求神拜佛，可我们是真神，你这么跪着没用的。我不过是一个为情所困之人，与凡人又有何异？若火神不是白绝，你该如何？上古，你要振作一点，神界还需要你。我意已决，你们就让我跪着吧。元启今日就要去大泽府学艺了，您不送送我吗？尊师重道，好好修行。您都跪了500年了，若是祖神答应，乾坤台早就会有异象了。母神坚信，一父神不会抛下我们母子二人。去吧，莫要像以前那样贪玩。马上就要诞生了，你说会是他吗？实乃万一。可若就是那个万一呢？我们几个当中，祖神最挂念的就是上古。也许祖神一心软，就有动静了。上古，我是白绝。